日前有媒体爆出文章马伊琍恩爱现身北京机场的照片，虽然文章在机场一路保电话中忙不停，但是并未忽略妻子马伊琍，两人不仅手挽手，时不时亲密贴耳聊天。说到高兴时，马司令更是笑到喜足颜开，看上去心情超好，跟吃了甜蜜饯似的，两人俨然热恋中的小情侣一般恩爱。如今距离周一见已经三周了，当年的出轨男文章已经成功洗白，度过婚变风波，与马伊琍的生活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真心希望他们能一直这么幸福下去。